索马里海域鱼啊，那真的很多。五天黑尾鱼抓了差不多40几吨，一吨是10000块美金，很漂亮。海盗来的火箭筒、火箭炮，通通都有。对呀、啊、，money。打电话给我老婆，我如果万一走了，你就是保险金领一领，你们三个人去生活就好。就觉得他已经那么辛苦了，但他却还是很关心我。曾经有想过去求爸爸，但是觉得这次背过去可能也不能做什么。本周日晚间11点，台湾启示录，烈狱1671天。